大家好，欢迎来到Aurora的 video。在这里呢，我会分享如何去诊断 oxygen sensor。在这里呢，我会分享 oxygen sensor 的种类，什么是 heated oxygen sensor， 什么是 band 1，什么是 band 2， 怎样去测量电阻，怎样去诊断一个有问题的 sensor， 还有利用这个 scan tool 来 check data stream。基本上 oxygen sensor 它有两种，一种是 5W AF ratio sensor， 通常它有4条或者是5条歪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1W 的 oxygen sensor， 通常它是4条歪压。而这两款 sensor 基本上它看起来是一样的，它会有两条白色的歪压，一条黑色的歪压，还有一条灰色的歪压，或者是两条黑色的歪压，一条白色歪压，还有一条蓝色的歪压。外表的话基本上是看不出它到底是 AF ratio sensor 还是 oxygen sensor。然后 AF ratio sensor 它本身是不会发电的，它是靠 engine 电板给电它，来经过它的 sensor 改变它的那个电压，来知道它的 AF ratio 是多少。一个好的 AF ratio 是在 14.7:1， 而它得到的电压大概是 3.3W。 那么 oxygen sensor 它本身是会发电的，它跟 AF ratio sensor 就不一样，而它发出的电压是0到 1W 之间，它不可能超过 1W。 如果它超过 1W 的话，就证明这个 oxygen sensor 有问题。AF ratio sensor 呢，它会有一个 heater， 它的 heater 的电阻通常是在5到7 ohm 之间，然后它的 sensor 电板会发出一个电流，经过这个 sensor 来改变那个电压，而正常的 AF ratio 是在 14.7:1， 而它的电流是 0A， 然后它的电压大概是在 3.3W。 Oxygen sensor 它的 heater 它的电阻大概是在11到16 ohm 之间，而它这个 sensor 本身会发电，它的电是0到 1W 之间上下，它的电就会去到engine 电板给 engine 电板。什么是 band 1， 什么是 band 2？ 很多人以为 band 1就是上面那粒 sensor， band 2就是下面那粒 sensor， 其实不是。 cylinder head 靠近白面塞的那个我们称为 band 1， 在后尾的那个 cylinder head 就是 band 2。 就好像这个 V8 的 engine 哦，它上面那个 cylinder head 它靠近白面塞，所以它是 band 1，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 band 2。 而 V6 的 engine 呢，它下面那个 cylinder head 是靠近白面塞，所以它是 band 1， 另外一边它就是 band 2。通常四个 cylinder 的 engine 呢，它都是只有 band 1， 它没有 band 2， 除了 Subaru engine。 Subaru engine 里面它有两个 cylinder head， 所以它有分 band 1 band 2。 然后 band 1 sensor 1是上面那粒 sensor， band 1 sensor 2是环保箱后尾那粒 sensor。 如果是 V6 engine 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看的，上面那粒 sensor 就是 sensor 1， 下面那粒就是 sensor 2。 怎样知道它是下面那粒？环保箱后尾的就是 sensor 2， 所以这个 cylinder 1所以是 band 1。 然后 band 1 sensor 1是在后尾， sensor 2是下面，band 2 sensor 1前面上面， band 2 sensor 2是前面下面。然后 inline 六个 cylinder 的 engine 呢， manifold 靠前面的就是 band 1， manifold 靠后面的就是 band 2。 而 band 1 sensor 1就是前面的上面那粒 sensor， 然后环保箱后尾那粒就是 band 1 sensor 2， 然后后尾的 manifold 上面那粒就是 band 2 sensor 1， 然后后尾的下面那粒就是 band 2 sensor 2。当我们利用这个 scan tool 来检查 fork 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 fork 是 P0135 P0141 P0155 还有 P0166 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用 multimeter 或者是 scopemeter 来检查那个 O2 sensor 的 heater 哦。 So 这些 fork 都是属于 O2 sensor heater circuit malfunction。 So 待会我会给你们看一下如何去检查这个 O2 sensor heater。 一般上 AF ratio sensor 还有 oxygen sensor 它样子都是一样的，它也是有四条歪压，然后它有两条黑色，一条白色，还有一条蓝色。AF ratio sensor 也是一样哦，两条黑色，一条蓝色，一条白色。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出到底它是 oxygen sensor 还是 AF ratio sensor， 我们分辨不出。但是当我们要量它的那个 heater 的 resistance， 其实都是一样量的。 OK， 所以这里有四条歪压，只要我们找出两条一样颜色的歪压，那两条就是它的那个 oxygen sensor 或者是 AF ratio sensor 它的 heater 的歪压哦。有些 sensor 是两条白色，那么那两条白色就是它的 heater 哦。这个是两条黑色，两条黑色就是它的 heater。OK， so 我们把 multimeter 或者是 scopemeter 我们转去 multimeter， 然后我们量电阻 ohm。 OK， 先把那个 wire 接起来调零先。 OK， 接起来调零。 OK， 现在是零 ohm 啊，就讲它黑色跟红色的 wire 接起来给它通电调零了。调零了过后，我们再把它的那个 wire 插去它的那两条黑色的heater 那边量它的 ohm 数。现在 wire 插下去了，红色黑色加减没有分，把这两个红色跟黑色插进那两条黑色的 heater 那边，然后我们就可以量它的电阻。它的电阻就是现在量到的是 12.94， 是正常的。
所以一般上它的电阻都是在11到16 ohm， 或者是如果是 Air Fuel Ratio Sensor 它是5 ohm 5到7 ohm 之间。那么我们的 video 就暂时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